监控里面，你这手动自动，嗯，刚开始启动，它这会慢慢启动。上边手动是你弹那边那个，弹那边拿那个传感器，没有当边没有显示，只是屏幕上有显示。然后下边手动就是这个开关。上水是上边一个阀，咱们下边看不行，上边有个阀，打可以打开。你看，嗯，这上面那个那个角呢，那红色看到了，红色变黄色了吗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个电磁阀呢？嗯，然后下水，嗯，在这个，嗯，这可以做。上酸出热水，出上边还有，这还比这边硬，这上面还没有一阀、嗯，然后下酸，就是那边那个阀。这一来回转，震动就是这个大钩。然后排风就是这个打开，还是同时外边还有出风口，这边的出风口同时打开的。这一个是吧？对，这三个同时打开的。然后补水就是另一个，下边让另开口，可以看看上面动，上面还有，是吧？哦，这一个。手动补水，手动看一个补栓，看一个。然后继续喷水，就是你排的时候，那个给你选的淡水，就这个东西，淡水，然后启动的时候那个壶也在那个淡水。它同时还是打开的，然后出杆启动，就是那个大气槽，它同时这个是这个开始，它出杆啊，你要脚也把它往外拨，所以它必须得转，